这小子竟然有三把 P90， 打完天空赛场还有750多发子弹却直接扔了，换一把几乎扔在地上别人都不捡的枪，落地小心直接就跳了全海岛最危险的地方菊花台，在落地的一刹那捡起一把枪，迅速的解决了脸上的敌人，从空投里开出一把 G3， 片刻间就枪声四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冤种直接掉到了小新脸上，被小新直接送走。就在小新准备去拿自救器的时候，却被老六偷了一下。哇靠，这个老六刚想掐雷炸过去，就听到了拳头房的脚步，立马转移扔了进去。在把拳头房的解决了之后，发现老六被穿了，小新一颗雷扔了上去，直接炸倒了敌人，再一个弹跳来到敌人脸上。此时对面的敌人也漏了，小新立马掐雷扔了过去，把敌人炸倒后，一个弹跳来到了敌人脚下，透过窗口把敌人补掉了。听脚步，上面还有人，小新一颗顺暴雷扔了上去，听出敌人要跑了，迅速的追了出来，看到对面二楼窗口的敌人，上去就是一梭子，紧接着就追了上去，在楼梯口正好碰到逃跑的敌人从窗口翻进来。此时楼上的敌人已经自救起来了，小新听出敌人的位置，上去就给莽了，转头又把另一个也补了。这边的敌人已被解决了，小新来到了对面，刚到这里就被打了。喂，我跳，立马打了个冰茶，见到敌人已经莽了过来，上去就是一梭子，连打带补后来到了对面，发现了二楼窗口的敌人。哎，还有一个 MG3 不知道在哪，他躲起来了，找半天没找着啊。一把 P90 应该是一个拿平底锅的吧，一个小姐姐吧，拿了一个菜篮子就跟着买菜呢，不知道啥情况。哎呀，直接一个铝热弹扔到了敌人的头上。啊，原来在这儿啊，搁这儿躲着呀，跳弹呢。见敌人直接把装备全都丢到了地上，小心放他去找队友，他摇头代表没有。这时又来了两个敌人，小心问他要打他们，你就爬出来。你说我要不要去打他们？要不要去打他们？去打他们的话，你爬出来。敌人也是爬了出来，小心带着他的 P90 直接来到了菊花台，简单的舔了一下包，发现了前面的空投，打开一看，又是一把 P90。最后一个敌人跑掉了，小新以为他把楼上的空投舔了，他估计是捡了这个空投跑了。我去看一下啊，打开空投一看，竟又是一把 P90。我去，我操，我这么多子弹！在另一个空投里发现了一把大炮，小新把子弹丢了一些后，随即来到了 G 港，而 G 港正好有一队在搜装备，小新把集装箱上的打了。此时他的队友也向这边靠了过来，小新在集装箱的门缝下发现了敌人的踪迹。在打倒了两个敌人后，小新赶紧补了个状态，这时敌人还想趴在门口卡住他，给队友争取自救的时间。你还他妈拦我，小新直接变身拳王，在大仓门口发现了另外两个敌人。哎呦，我翘了，哎呦，差点就没打过。在敌人包里发现了686，小新立马就把 P90 换下来了。从 G 港出来，小新遇到了七彩空投，便决定去守一波，没想到竟遇到了同行。好像有人跟我想法一样。话刚说完就挨了一枪，小新一个瞬狙直接把敌人打倒。就在这时，宿舍楼那边也打了过来。不错，我去你的！此地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小新从空投里开出一把 A 大，立马就把子弹不多的大炮换了下来。在一处房区，小新竟然发现了两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机，而且还是组队的。我操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操，两个人机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这时，小新已来到了山脚下，发现敌人正在开枪，小新直接就是一狙，哇，直接就死了。另一边的敌人也打了过来，还有人打我，先走，我看到他了，我这来不去，看我了。打倒之后，小新立马开车莽了上去，发现敌人不在圈，小新直接守在那里。此时敌人还不知小新已经来到了身边，竟趴在那里观察着情况，小心一狙把他打残，紧接着再一枪直接补掉，漂亮。下面敌人也打起来了，小心立马跑了过去，发现了一个趴在地上的老六，一狙下去直接抬走。耶耶，come on come on， 嘿嘿。
此时一个打暗号的上来了，小心让他把枪丢了，开车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自己又去把最后一个解决了。趴着趴着趴着。解决了最后一个敌人，小心在空投里发现了一把 M200， 于是两人开始了对狙。来打狙打狙，我们打狙。打狙太难的，我给你自救器。两人站在空投上合影留念。背对背，老把枪拿着，把枪拿出来。对，我们来对狙啊。你把我打死了我就真死了，我把你打了你有自救器知道吧。没过多久粉丝就被打倒了，小心让他赶紧自救。来我跳狙，走自救吧。经过又一轮的切磋，粉丝见自己打不到小心就选择了自雷，见状小心赶紧丢出两个燃烧瓶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你不要自雷，你不要自雷啊，你不要自雷。哎呀哎呀，你自雷干什么呀，我又不用你浪机，我真服了。